剩这人介绍一个，因为时间话无，这地是哦，多少新川多少嘞？哦，这联合国中部记者林崇荣写。哎，这个哈，这个阿母九十几岁，本来啊，咱即摆来讲这个西沙班，都是原来安塞奥巴去用起来管，啊，留下了四个囡仔太太，啊，尾那生活只有去共洗过来衫。趁来是请人四个囡仔，一洗洗三十多年，吼、哦，洗甲即个洗衫班接布，吼、哦，布甲接布拢无纹路，啊，而且佫安尼逼开啊，啊，摕来画的是黑暗，加讲啊，珍珠啊，迄是啊，我这吼逼开啊，吼、哦，啊，分做三段，啊。我无紧无紧，你一定坐我，我著足感谢。啊，伊才讲出伊先生去关三十五年，入门爱过火嘛。啊，头一句话，先生问太太讲：啊，你这三十五年安怎过？因太太吼，即块西沙板都放伫门口，摕来，安尼吼，我靠即块西沙板赚来的钱，去共洗过来衫，赚来的钱请养这四个囡仔。先生看到这安尼吼，哦，那是洗衫板洗甲薄甲薄哩丝啊！安尼可见太太的手底皮磨薄了，我哇呢真济哦！哎，迄个尹先生嘛，感觉哦，足感动的呢。俺两个吼，翁阿婆看到这块洗衫板真自然的烂的，啊，这块洗衫板入地中，安尼哭落来目屎，等于伊走的时。我看伊一直鼻涕咧，啊！我迄人用瞬间咧，甲念念念咧。我看一下咧，讲照听伊讲的意思。啊！我看一下，讲哎，我念的咧，佫敢若呈现在我的眼前。啊！咱有一条伟大阿母的歌，啊！我甲改编一块板，一领衫，用手落落来洗衫，一滴目屎，一滴汗，希望请阮做好囝啊！啥人为阮牺牲这么大？阮叫一声一声，伟大才是你的名。阿母，阿母，你实在太伟大了！我这块西山帮九九重阳节，我去参加全省的老人演讲比赛，不才我第三名，全省。好，谢谢。同志还是想骂的。对。好，多一些。